场上投球的男人就是大联盟明星队的 Jose Barras。第一球呢也是抢到了好球数啊！我上来以后还没投过坏球，前一个半局上来三球就解决了杨冠威，一个直球，两个曲球，现在这个半局第一球直球又进来，打击了林旺外这球够强劲啊！二垒手呢威廷特呢接到之后有充裕的时间再传往一垒，形成了一出局。对，这个变化球他是跟到了，但是可惜打得比较软弱，所以没办法打穿内野。但是一垒手还是 Michael Morris， 但外野手又做了一些更改、跟动。Redick 现在上来守右外野 ，Torres 改守中外野，那把原本先发的中外手 Bonifacio 给换退场，所以 Redick 现在打第一棒。再来打击要轮到的是蓝影轮，今天有一支安打的演出。Jose Vera 上来以后投了第一个坏球，这球打了一个界外，咬球一坏球。今天 Hawkins 看样子是不会上场，昨天已经有上场过，所以投的最差的一位他就是他了。投的最差的说是他，但是呢在整个队里面呢敢吃臭豆腐的也是他。要求一坏球，哦，这是个好球，进垒，这球投的漂亮，两球一坏球，漂亮的 sinker。 你看这个球看起来是内角球，你看打者还向后缩，但这个球转向，这些大联盟的投手啊真的是不给面子啊，拿出了看家本领在投啊。再一个曲球，还好蓝影轮呢有办法碰到球。就看样子 Vera 现在到了海盗队真的比他以前在洋基队的时候稳定了很多，这好球率非常非常的高，而且各种球路都投得很准。当海盗比较凶，不过这些从洋基系统出去的这些投手到了其他球队都投得很好了。哇，这球棒子有忍住吗？忍住了，好，自己人啊，不是裁判是本国籍的，对，一垒审跟三垒审都是本国籍，主审是大联盟带来的裁判 Scott Barry。两好球两坏球，走传坏人 Barras 再投，背棒落空，插棒被捕啊，又是一个三振。哇，变速球也抬得下下叫了。哇，这个 Barras 啊，今天已经这样就怕哎。对，我们看到他的直球150公里以上，我们看到他的曲球掉的幅度那么大，刚才还有卡球，对，还有还让人家还有 sinker， 现在还有 change up， 哇。他只是一个救援投手，他需要这么多种球路干嘛？再来打击呢，中华队换上了代打背号五号的陈伟志，这样就是要接替先发的三垒手郭富林来打击。陈伟志个头也不高，但是呢打击的成绩不错哦。这个变化球忍住了，咬球一坏球，现场的球迷要继续热情的支持，中华队还有机会反攻。这一球 high face ball 挥棒落空，两号球一坏球。可惜不出棒的话是一好两坏，你看他今天的好球率多高，11个好球只有3个坏球，完全不像他这以往在洋基队那种大家很怕他一上来就是一直投保送。这一球棒子save 自己人啊，没有，台湾忍得住 save， 没有出棒过半，两好球两坏球。哦，不过这个变化球的角度之大很容易啊，因为在球速领先的，让我们打者真的是很难忍啊。对，中华队最近已经是连续6名打者没能上来，而且中间4个都是被三振。
起球打出去，本垒后方上到了界外。继续跟投手 Veras 来缠斗，打击的是代打陈伟志。哦，走外侧，勉强的破坏掉，球速不变，还是两好两坏。继续加班，中华队的反攻。那今天呢，很明显的打击火力啊，就受到了这些大联盟投手的压制了。不管先发跟中继，表现都相当的不错。到目前为止，中华队全场也就击出四支安打而已。那些四支都是一垒安打，所以破坏力就比较小了。哇，这球中间要直球硬拼，不过打在自己的脚上啊。这样应该蛮痛的。小心呐、啊！我应该没有大碍。两两外 ，Veras， 这一个变化球捞出去，中间方向很高，中外野手向后退，好像还找不到，桥接不到，哇！第一时间判断就有问题啊！这一球陈伟志要上三垒了。三垒安打，这球中外野手第一时间好像还没看到球啊！哇，中华队终于在这个半局由陈伟志啊打出了深远的安打，带动了现场的气氛。对，其实陈伟志在第一场比赛做先发三垒手，第一次上来打击就击出安打，就让人印象深刻。个子不高，但出棒非常果决，而且出棒速度非常快。你要完全逮到这个曲球，你投了这么多曲球，总有一个失头吧？投到中间腰带附近的高度，被打得结结实实啊，活生生打越过了中外手 Torres 的防线。所以我们今天打了这么多深远的飞球，前面通通被接到，这一次终于接不到了，变成一个漂亮的三垒安打，也让 Veras 要被打退场。这个、对 ，Veras 呢功成身退啊，又被 Bochy 呢给换下场。那我们先请球迷朋友休息一下。